于气候变暖，全球的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全世界的海滨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大西洋西岸的荷兰，全境有四分之一的国土海拔低于海平面，另外还有四分之一土地海拔不到一米。荷兰人跟头顶高悬的大海斗争了数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荷兰人自豪地说，上帝创造了人类，荷兰人创造了荷兰。数百年来，荷兰在滨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角洲工程，建造的蓝海堤坝长达1800公里，其标志性建筑杜特丹附近的马士朗蓝海大坝甚至有信心抵挡百年一遇的海啸。始建于1991年的马士朗蓝海大坝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一项水利工程，它的旋转式钢柱长达200多米，焊接在一起形成防洪闸门。当大海处于正常水位时，闸门耸立在船坞里；当风暴大作，海潮淹到码头时，闸门在计算机程序的控制下会自动沉到水底。这道能承受5米高巨浪的闸门，可以将任何敢于兴风作浪的海水拦在大坝之外。在地中海的许多地方也面临着跟荷兰同样的难题，但是这里迄今还没有马士朗大坝这样的自动防洪设施。深受地中海平面上升之苦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由于地势低下，亚得里亚海的魁阿尔塔红潮每年都要做客威尼斯100多天，让这座旅游名城几乎停摆，大量居民外流，整座城市变得死气沉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威尼斯人甚至为古城提前举行了葬礼。意大利人深思熟虑了数十年后，终于在2003年形成决议，开始实施莫塞工程。这项防洪设施的预算高达30亿欧元，防洪原理跟荷兰的马士朗大坝相似，预计将在2012年。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